七月十九日，蔡依林现身某机场，她身穿一件牛仔衣，只穿一只袖子，露出里面的工字背心，穿着还挺好看的。看来工字背心又要火了。蔡依林穿衣风格很大胆，没有什么是她不敢尝试的。加上蔡依林本人长得很好看，就算穿得再怎么奇特，也是可以 hold 得住的。美背光滑，蝴蝶骨诱人。蔡依林把这件背心穿出了满满的时尚感。近日，蔡依林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分享了一组自己的自拍照，照片中的蔡依林头发呢被汗水打湿，仰拍的角度冲镜头做搞怪表情，鼻孔对着镜头。另外一张照片上的蔡依林拉着自己的一点刘海，好像是在告诉大家自己运动太累，汗水把头发都浸湿了。网友纷纷留言称，你怎么连这样的搞怪照片都拍得这么美呢？日前蔡依林在深圳进行了演唱会，粉丝是相当的多，蔡依林的舞蹈也是十分的热辣劲爆，但是蔡依林在场中多次夸张的大秀美腿，实在是令人把持不住。要知道蔡依林的身材可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也是一年不如一年，但是她的腿部力量在热辣的舞蹈当中是一年高于一年，这就导致了蔡依林的大腿十分的有力。虽然蔡依林那甜美的长相还留存着余温，但是曼妙的身材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。